坐那个飞机也好，还有晚上烧烤也好，谈心也好，还是 DIY 这个习惯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。然后，真的我特别特别感动，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想带着我两个兄弟去感谢他们。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叫，就不说。谢谢各位摄影老师，谢谢各位。昨天晚上其实特别累，然后各摄影老师，包括电场，都不动的，对，都抖。然后我们后最后还好，在躺在睡袋里面。大家真的是挺辛苦，而且昨天是一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密制的时间其实是中秋节，是对，对来讲应该要跟家人一起，但是我觉得三位一起在一起，也很团圆。